今天又是一个日落日出艳阳天气，观众朋友们，今天是2018年农历10月15日，也是两位牺牲者的葬礼当天。观众朋友们，继续随着我的镜头，我们看看这次龙柱的葬礼所筹备的一切。下面看到的是羊直火出发了。平安，爱生功德之树。跪下，跪下，说什么？大中华人民共和国陕西省横山县南侧乡贺村孟村祭祖弟子为已故父母王步仁安氏二位子灵焚烧紫火一大院，正院三口，上下两层，左右耳房童男童女，经营二斗，故北莫名枪电视小车应有尽有，弟子今日身后迎着安全，并弟子妇孺多累，并保弟子妇孺多累，寿比南山，儿孙满堂，世代安。